这一幕真的会让父母崩溃。只见娃娃机里出现一位真娃娃，张着无辜双眼，不停爬上爬下。Are you able to get into that back corner?澳洲名爸爸带着孩子去玩夹娃娃机，没想到一转眼孩子却钻进娃娃机里，让爸爸束手无策，只好报警求助。警方到场指引孩子到角落，随后敲碎玻璃，平安将孩子救出。You won a prize. Which one do you want? 调皮的孩子当然不止一位。Open the door again. Put my whole body in there. Then I got balls, but I couldn't get out. 过去也曾有美国女孩为了帮妹妹抓球，突发奇想钻进娃娃机里，结果被困住出不来。兄妹还在机台外大笑，留下合影。就是孩子抓娃娃没抓到，然后就钻进去拿娃娃。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门是防盗门，然后只能进不能出。也曾有中国男童想钻进去机台偷娃娃，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不止把自己困住，还当场人赃俱获，学到了教训。陈新闻黄春怡报道。